卖家宣传，远射一公里，10000流明的手电筒。买来了，将近200元，咱们试玩拆解。挂绳 ，Type C 充电线，电池266505000毫安时，锂电池。最后是主机，拉长可以聚光。整个机壳呢，铝合金的。开关 ，Type C 充电口，还支持 USB 放电。顶部的透镜锁环呢是红色的。电池盖，装入电池。确实非常的亮，聚光。室外效果，打开，关闭，打开，关闭。好，开个玩笑，现在是大光圈。向前推，聚焦。它非常的亮。亮度呢，确实还可以。接下来咱们拆解电池、胶圈，接下来是电池仓，需要200度加热一下。可以看到它的丝扣里有胶水、垫片、电池正极触点。实测功率4伏3安，大概12.5瓦。锁环、电路板、主控板比较简单，电池正极、启动按键、Type C 充电口、IP5306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，还负责升压、升压电感、2045K MOS 管负责灯芯的供电、USB-A 放电接口。最后是它的主控芯片 MC32P73， 通过半岛小新查询呢，是一颗圣希微的8位 MCU。最后上面还有4颗 LED 指示灯，2根供电线直通灯芯，铝的锁环，凸透镜。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发光体，一颗白色的 LED， 中间是它的发光体。这就相当于活塞上面的活塞环。好，拆解完成，最后是它的灯芯，铜基板。没想到啊，发光体才这么大。全家福，乐一个。